弟家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看媳妇儿啊，我表弟结婚，我请不下假来，还得麻烦你替我跑一趟，我真得感谢你，啊？怎么感谢你呀？哎呀，行不？啊，回来的时候要给爸妈带礼物啊，应该的。给两个妹妹带礼物啊，应该的。给钱正峰带礼物啊，不应该。不是，人家平时穿的那都是好衣服，你买那个人家能看上吗？哦，你要给他买个名牌啊，应该的。正峰平时对咱们也不错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多买两件衣服啊，别舍不得花钱。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你这样吧，你买那么多衣服，别人不送你点啥呀？啊，送你一双袜子呀，带回来就知道送给我了啊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就这样啊，哎。逛街开心不？不开心。嗯，我得赶呢。哎呀，我媳妇儿逛街那真是大气。嗯，不光给自个儿买，你看全家人都有礼物。那是。哎，来看看，这是给我爸爸买的。哎呀，这是给我妈妈买的。哎，这是给小美丽的，小美丽的，来来来来来。好看，谢谢你了啊！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夫，哎哎，来了来了，怎么来了、哎？回来了，大姐夫，哎，来，你看看给我大姐买什么礼物了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人出去还给你大姐买礼物，必须的呀！下次可不能这样花钱了啊！啊，洁厕灵、洗洁灵，还送了一包病毒灵，还有一副大手套的。好，也有你的礼物，这边。啊、哦，有有有，哎呦，还有我的礼物啊，有你的，哎呀，可不给，给，你就给我买这礼物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前两天咱家下水道堵了，你鼓秋一整天也没通啊，装备不灵，有了它，你看，这咔这咔这咔这，很灵，来，接抽，哎，好，哎，我大姐干啥去了？啊，是这样。我表弟呀、啊、结婚、哦、我请不下假来，我让你大姐替我跑一趟。哦、啊、哎呦大姐夫啊，哎你可太见外了啊，啊咱都是一家人，你表弟结婚你不告诉我一声。哎呀不是，不愿意。哎呀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顺风不用不用，哎呀顺风顺风顺风，真的不用，哎呀顺风顺风，真的不用，顺风我看看微信。好尴尬呀、啊、不是，你以为我要干嘛呀、啊、我也以为你看微信。哎呀，哎，大姐夫，哎，不是大姐不在，你也不做饭呢？哦，我刚下班。你刚下班是你不做饭的理由吗？对对，做饭做饭。哎，站住！怎么？哎呦呵，你把那揣子还有那些什么铃都搁外头，你进厨房啊？对对对，大姐肯定也这样。我说大姐做饭有股下水道的味儿。哎哎哎，带上围裙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你说你可真行，你做饭得有个做饭的样。你和大姐都这样，哎呀，你得说说他，你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炒勺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啊！拿起来，过来过来。拿炒勺干啥呀？你拿炒勺，你我得告诉告诉你，你得做饭得有做饭的样啊！来啊，摆个造型。行，做饭吧，做饭。哎哎哎，哎呦。哎呀大姐夫啊，我大姐呀不在家 啊，我叨叨两句啊，我怕大姐听见她不高兴啊。其实一个女人的档次啊完全是看她的老公啊，你看我二米粒让我教育的啊，那完全是一个上了当的女人 啊，不是上了档次的女人啊。哦哦，哎，让我教育的由二驴子直接变为三驴蹦子了。你再看看我大姐，我大姐让你给教育的四六不通。你说我在家里就愿看个球赛，每次看球他拿个吸尘器在我眼前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，我看的是足球，我看的不是肉球。顺风啊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。你大姐平时多辛苦啊，还做了很多好事儿。哎呦，谁呀谁呀谁把我裙子给我洗了？哎呦，那个三米粒啊，是这样，你大姐听说你要出国，昨天连夜把你的衣服给洗了，都给熨完了。谁让他洗的？人家裙子只能干洗，不能水洗。看吧，好好的一条裙子，愣给人洗成裤衩了。你咋穿呢？给你一个吧。哎，对了，谁看你护照了？哦，那个护照是这样的，你大姐怕你弄丢了，看你随便扔在床上，就给你收到那个抽屉里边了。谁让他动我东西的？我都找不着，急死我了。你大姐也是好心。对了啊，等会儿大姐回来，麻烦你送她四个字啊。
别进我窝。钱师傅，哎呀，钱师傅，哎，你是不是动化妆品了？我没有啊。那怎么一个日霜一个晚霜，谁给我折一块了？有病啊！一个日霜一个晚霜，我给你折一块啊？肯定是我大姐，大姐夫啊，管过我大姐。怎么了？你说每次一给我收拾屋的时候，就看不上我那梳妆台，说我这化妆品多。你说挺好的一个日霜一个晚霜，给我折一块，你说我咋用？你中午用呗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哎呀，阿美玲，那个你大姐呀、啊，这也是好心。好心的手太欠了呀！啊，大姐夫，麻烦你，我大姐回来的时候，你转告她四个字，别进我屋。哎呀，大姐夫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大姐在全家人眼里的形象，全怪你。怎么还怪我呢？这样吧，我也送你们两口子八个字：我大姐是成事不足，你败事有余。哎，做饭呢？做什么饭呢？我都败事有余了。你自己不吃啊？吃什么吃啊？气饱了。不是，大姐夫，你看你还生气？送你四个字：别进我屋。还要给我饭驴，还什么了不起的？大姐不在，大姐夫不做饭，难住我了，难住我钱顺风。哎呦，哎呀，饿死了，什么时候开饭啊？老公还没做好饭啊？大姐夫饭驴不做了啊？没事，出去吃去，咱有钱。对，走。什么了不起？二姑父啊，你们要干啥去啊？出去吃饭去啊？对呀、啊。出去吃啥呀？小米粒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现在饿得不要不要的了，这个时候岂能无我，我用洪荒之九牛二虎之力给你们做了三种不同口味的食品。哎呀，小米粒，别总看不上人家王小倩，王小倩挺好，就是除了缺心眼一点毛病都没有。行，菜菜就吃这个，你真好。麻辣味的，榴莲味的，红烧味的，任你们随意挑选，不够吃的话回家我再给你们泡。方便我家没有啊，我非用你泡啊。你说整个破面条整这么大家伙事，搁哪儿整的？饭店租的。租这个钱你不能给我买点饭呐？猪脑子。小米粒，你看不上他挺好。对，他除了缺心眼就剩彪了。王小倩，你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我现在要吃饭，你给我走。吃饭就吃饭嘛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我给你们做点不就完了吗？啊？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哎，王小倩，你会做饭？二姑父啊，看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吗？看过呀。我没看过。什么意思你？我想让你们的舌尖尝尝我给你们做的饭。哎呀，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我还真想尝尝你的手艺，二姑父啊，给我打个下手。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，不打不打的，你记啥记啥记啥呀？二姨子，我踢死你！我信，二姑，给我打个下手。干啥？帮我把菜洗了，帮我把菜剁了，帮我把菜炒了。干啥呀？看着我就行。要脸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一物降一物。臭不要脸！二姨，我给。行了，行，准备好。哎呀，我给你露一手啊！哎呀，大姐不在，大姐夫不做饭没关系。大姐夫，没事啊，你在屋待着吧。我们能做饭，我们有吃的啊。来，干！太好了。哎呀，大姐夫，大姐夫不做饭，大姐不在家，我们照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哎，开饭。当当当当。什么玩意儿？菜名清凉一下，主要食材黄瓜，名称拌黄瓜丝儿，拌黄瓜条，拌黄瓜片，拌黄瓜段。
害啊？你不爱吃啊？没关系。拍黄瓜，都算屁点。王倩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把脑袋搁这儿。干啥呀，二姑父？我拍死你！哎呀，我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！来吧，王小倩做的饭，吃吧。还没吃上饭呢？啊？我想我大姐做的饭了，我想我大姐炒的菜了。这时候想起你们大姐来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大姐平时在你们身边来来回回的走，你们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，甚至觉得她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一旦你大姐不在了，你们才知道她在你们生活中有多重要啊。想你大姐了吧？你大姐也想你们了。刚才说了，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带礼物。大姐夫啊，不要礼物，我们就想吃大姐做的饭。你大姐她打电话跟我说了，饭都做好了，她忘了告诉我在柜子里边的。来吧。真的啊，快来快来，还是大姐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么丰盛啊。哎，快来哟，开饭喽。哎呀，哎呀，太香了。怎么样怎么样，尝尝尝尝尝尝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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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拿着吃饭吃饭。谢谢姐夫。哎哎哎，快来快来。哎呀，这菜做的好吃不好吃啊？嗯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拿出来啊，尝尝啊。哎呀，那可不得。哎，干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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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你不能吃，这是成事不足做的饭，你不能吃。不是姐夫，哎，我拜师有余。想看完整版小品吗？不用东翻西找，你想看的小品全在这里。赵家班德云社开心麻花应有尽有，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公众号，搜索框输入 BX5663， 点击搜索，关注六点半喜剧，我们的小品都是最新最搞笑的。一点要记住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X5663， 每天凌晨12点，美女小编与您不见不散。